人还有每个人的代号，好不好？你现在确定了就叫马桶，你不是叫清姐去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是清姐。对。但是清姐，但是清姐如果在的时候，叫你亲亲，跟你小亲，好不好？蛇啊，跟小亲亲切点，小亲亲，小亲。好腻哦，好腻哦，有一种那种牛腩卡在嗓子眼的感觉，好腻哦。你看，哎，我叫枸杞，所以叫小狗狗。嗯，你叫什么？白白。叔叔他爱看书。嗯，对，他爱看书。爸。叔叔。哎，你叫什么？聪聪。我叫聪聪。为什么叫聪聪？因为他是一根葱啊，因为他从来不装蒜。你这个时候必须有掌声啊！很酷吧？你叫酷酷好了。你是内裤。小酷酷。酷酷。亲亲。别闹！别闹，小酷酷。小酷酷。你呢？小纸纸，哇，你们多可爱啊！小纸纸，接下来你想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小蝶蝶，蝶蝶，他不是洗盘子，盘子叫蝶。你叫小青青是吧？小蝶蝶，小叔叔，叔叔，小纸纸，威的，小狗，小狗。